这是我在这座岛上的最后一天了。在我来到了蓝屿之后，这几天里面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骑着车，带着一张椅子，找个凉亭或者是路边的空地，坐下来静静的欣赏海景。大家都说这是发呆，但我都说这是专心的放空。前三天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放空，但是在这最后一天，我还是忍不住的回想起了前几天在这个弹丸之地上，我无拘无束的骑着摩托车放飞自我。各位观众，我们在哪里？And every moment counts, baby,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We can sleep under the stars, we can sleep under the stars, or hang out in hotel bars, driving somewhere in your car. We can sleep under the stars, we can sleep under the stars, under the stars.悠悠，我是鲁特。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身处在南回公路上了。这次准备前往的目的地，让久违的台东，也只是成为了我这趟旅途中的中继站。从前几个礼拜前，一直到我出发的那一刻，其实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能顺利的抵达蓝屿。台风的关系，让这趟行程的不确定因素大大的增加了不少。船班会因为风浪，在开船当天早上突然宣布停驶，这也让原本原定九月初出发的我们，把行程一口气延后了两个礼拜，来到了九月中。而当时间来到了九月中的时候，差点又因为三台共舞而再度延期。唉，天气之子嘛，相比于之前出发离岛前那一种兴奋的心情，这一次简直是忐忑不安。比起想着蓝屿哪里好玩，更担心的是如果船没有开，那我们后面全部的行程要怎么办。但是还好今天的浪还算平静，天气也还不错，一口气从台中出发，来到了 KTM 在台东的大本营普悠玛一节租车。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的不一样，我们要去蓝屿。我们除了要去蓝屿之外呢，我们还要把这一台 KTM 1290 Super Adventure S 版运过去蓝屿。网络上关于要去蓝屿骑重机这件事，资讯非常的少，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所以这次呢，我们就要来当一个烈士老橘白。我终于骑到老橘白了。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有这个想法要去蓝屿骑车的时候呢，我第一个人问的是谁？问了一个台东人呐、啊。结果这个台东人怎么样？哎、欸，你有没有去过蓝屿？不好意思，我真的没去过蓝屿啊。我感到非常的抱歉，我又要被骂了。这是交通、住宿、船运，好不好？这个一定要我在地人帮你们搞定的。对，对。
我这一点倒是真的，因为其实在蘭嶼那边呢、啊，我觉得网络上的资讯真的太少了啦，然后也没有那么发达，对，所以还是得靠这个在地人来帮我中间协调一些像船住宿，然后因为他有朋友在蘭嶼开民宿，对，资讯不止少，是完全没有。对啊，资讯完全没有啊，就是我一开始我也完全不知道 啊，然后打电话去船公司问，就是他们也说没有运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一次把我们的流程全部讲给你们，你们照着做就好了。出发之前呢，我们要先写一个货物风险告知切结书，让我们知道呢，我们在这个出门的时候，我们是知道这个在运船，我们车在上船的时候呢，是有这个海运的风险的。大家如果要去的话，还是要尽量的，就是评估一下自身的状况。那我自己是评估过了。我状况 OK， 所以我就签了。他们一定是会好好，一定是会好好帮你固定啦。对，只是因为这个车单价还是比较高一点点，所以这个会有一个切结书，对，会跟你们做好一个合约的切结这样。那现在就让我先写一下，狗哥。这一趟蘭嶼，我们打算把这一台1290超级无敌老橘白一起运过去，解成就嘛，要运就运最大台的。KTM 1290 Super Adventure S， 看到名字里面又是 Super 又是 S 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豪华。 1301cc V 型双缸，搭配7寸 iPad， 哦不是 iPad， 是7寸 TFT 全彩萤幕，前后半自动电子悬吊 MTC 循迹弯道 ABS 电子油门进退快排 Keyless 免钥匙启动，内建胎压侦测系统，转向辅助灯，对，就是车身在过弯的时候会自动侦测车身的倾角，大灯自动帮你照亮你即将行驶到的前方路况。但是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还有 ACC 主动式车距调节巡航系统，这大概是我骑车以来第一次在西滨还有南回公路上骑得这么舒适惬意，没有压力了。而车重是我有史以来骑去长途旅行里面最重的一台，但是在实际跨上车出发之后，还是感觉不到这是一台超过 1300cc 的大型多功能车啦。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现在呢东西收的差不多了。那这次我们骑这个 KTM 1290呢，非常的特别，多了三箱。那因为这次去蘭嶼呢，我们去4天3夜，所以基本上东西真的非常多。首先这个呢，它放了我4天的衣服，加上空拍机，再加上 GoPro 的电池。左边的呢，放了真真的衣服，还有2张露营椅，然后再加上环保餐具。另外，这里有一个相机包，还有2个充电的充电袋。以上还没有结束，再加上我背的后背包，还有真真也会背一个后背包，所以一共呢，我们这次真的带了非常多东西。可是多亏有这3个箱子，虽然看起来是有点大，但是呢，因为我现在已经被训练成一个没有箱子就不开心的人了，就是一定要东西给它装到箱子里面，骑起来呢也会舒服很多。所以我现在呢，基本上就是骑摩托车一定要有箱子，比较舒适，比较惬意，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这些箱子呢准备的差不多了。等等，就准备要去富冈渔港把车给它弄上船了。车厢我也完全不用去管容量到底是几公升，4天3夜的蘭嶼，满满的东西全部塞进去，身上只要带着简便的行李搭船就好了。超级老橘白的坐垫也是我们长途旅行中有史以来坐过最舒适的，真真都开玩笑的说它是魔术大空间，适合感情不好的情侣双载。因为双载了之后，两个人位置的中间还可以再放下一卡装了电脑、空拍机、相机的防水包。所以你觉得好坐吗？1290？好坐，是我有史以来给你载过觉得最舒服一次，因为它那个后座就是够宽。对。然后因为平常我都戴越野帽嘛，所以就是很容易会去顶到你的安全帽。每次都来顶我。上面乱讲。啊，不然之前给你载的时候就是头要一直侧着一边，然后我通常回去的时候呢，我的脖子都已经抽筋了。对于我们这次要骑着 KTM 1290 Super Adventure S 出海，在前一天我们真的非常的期待。接下来我们也准备重新整理一番，接着带着科技老橘白去搭船了。车和人是分开的。等一下，我们要先把车先牵过去富冈渔港，因为我们要去蘭嶼，就是基本上都是两个地方而已啊，富冈渔港跟后壁湖。对对，那我们现在来到台东，所以我们今天会从富冈渔港过去，车和人分开。今天我们先运车，明天再把我们自己运过去。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刚刚把我们的装备啊什么全部整理好，现在准备要过去富冈渔港了，出发。
目前从台湾本岛要前往兰屿有两个地方，一是在后壁湖，二是在台东的富冈渔港。因为这次比较特别，我们要把车一起运过去，所以最后选择请台东载德帮我们订船票，所以我们就选择从台东前往兰屿。在这之前，鲁特是有打电话过去船公司询问有没有提供运送大型重机的服务，而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只有提供载运普通重型机车，网路上也没有对于大型重机的运送方式。所以这次也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重庭兄，最后帮我们问到了这一间汉明船运的东汉轮。我们人就在附近，还是他要可以的时候打给我们，我们就骑过来这样。好，因为我们可能请我们公司跟你们联络了，这样子啊，哎，好啊，也可以啊，你看像这些铁材、建材，他们全部都要过船，对，那边的那个物资也是蛮不容易的啦。东汉运补，你看，哎，他们一停航哦，一停航三天五天东西上不去，所以他们对，他们只要台风天，他们的 seven 全家就没有了，都是空的，对，都被扫光，所以他们的那边东西会贵一点。你看我，哎，这样运一趟过去，你那个运费多少钱？对啊，而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车子的运费了。每一台车在出发前需要给船公司车子最宽处的长度、车把的长度以及车重。鲁特在这里只能说明我们的状况，没办法给大家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还是要依照船公司的报价才是准确的。而以我们的状况，一台 KTM 250 Duke、一台 KTM 1290 Super Adventure S 加在一起算，来回的运费是12000块，对，真的不便宜，但是我却付得心甘情愿，因为要运过去兰屿，也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如果大家想运车过去的话，还是建议直接打电话询问船公司，资讯才不会有落差。汉明船运在我们这趟旅途中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没有这间船公司，我们这一趟就没有办法成行了。各位朋友，原谅我现在很喘，因为我们刚才听到一个地方之后呢，有东西要上船，所以我们就要移车。然后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呢，又有东西要上船，所以我们又要再移车。像现在我们才刚开始要拍片而已，又有车子要过来了，所以这个港口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繁忙。那我们原本预计的时间呢，是6点的时候上船，可是我们到这边的时候，那个船公司的人跟我们讲说，就是延到7点半，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应该会先去吃个晚餐，然后吃完晚餐之后，我们再把车牵过来。等一下他会搭一个跳台啊。然后我们就从这里起跑，然后他会这样骑上去，然后就停到船上这样子。正所谓不成功变成人，要么我们就是去兰屿，要么我们就不去了。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弄得差不多了，等一下我们先去民宿 check in。今天呢又是住我们上一次南横的时候住的海平面民宿，就在这附近而已，走路大概5分钟10分钟就会到了。希望你明天看得到日出。我睡过头几次了？你应该睡过头超过3次了。每次只要住那一间呢，基本上我就是睡过头的，就是我从来没有一次是真的起来看到日出的。没错，哎，对，所以希望明天你不起来也不行哎，你不看日出不行哎。要么我们就是也不去兰屿了。对 对，你不看我们就去不了了。对，對所以我们明天是7点的船，几点要到啊？半小时前，6点半就要到这边了，所以也就代表说我6点出头，5点半就要起床了，一定看得到日出。哎、欸，不一定哦、喔，你不要这样比较早，先不要立 flag。我们不一定要看日出，好不好？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先去 check in， 狗哥。这一次住的地方呢，一样是我们海平面民宿，但是呢，跟前两次不一样，这次我们住了一间非常粉的一间双人房。外面的天色呢，已经稍暗了。等等7点半的时候，船公司会打电话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把车牵过去，然后就上船了。那上船了之后，我们要再从富冈渔港再走回来海平面民宿，两个地方其实蛮近的，就是走路的话，我觉得大概10分钟15分钟就到了。我觉得啊，去兰屿光是要把车弄上船，真的比澎湖、比小琉球还要累蛮多的。第一个是因为船板少，再超多物资的，连锁砖啊、钢筋啊、啤酒啦，啤酒可能是要给那边做生意的人用的啦。反正就载，真的载很多东西。那我刚才看到那个船呢，已经载到一半，整个都是血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钦佩那些在船公司上班的人，还有在兰屿生活的人们，真的非常的钦佩。虽然我都还没去那边，我就已经觉得他们很厉害了。这次我们 KTM 1290 Super Adventure S 以及 KTM 250 Duke
搭的船相比于之前的交通船，这次非常的不一样，搭的是货柜船。在港口这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几位辛苦的工作人员，怪手来来回回把准备要送到兰屿的物资集合拉上船，物资大大小小，从 Seven 的饮料面包到各式各样的建筑材料、钢筋水泥，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货柜，集装的过程会超过4到5个小时。集装完之后，要在航行大概7个小时的时间才会抵达兰屿。吃饱饭之后，时间已经来到了接近8点，迟迟等不到船公司的电话，怕就这样被放生，所以最后我们决定直接到现场等。晚上的港口很暗，什么都看不到，直到最后才在角落看见微弱的灯光，我才在心里默默的说一声，幸好没有被放生。我们直接在这边等好了。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你，谢谢。各位朋友，现在时间接近8点了，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呢等车等到现在还没上船，我们还在等船。其实我们这次原本是要搭这种，就是把车弄进去这种货柜里面。不过很可惜的是，因为位置不够，所以呢，这次这个货柜呢就取消了，算是有点可惜啊。我觉得要把车弄过去兰屿，真的就是一件工程非常浩大的一件事情。他们真的也非常辛苦，怪手一直掉，拖板车一直来，真的辛苦了。在现场等到了接近9点，还下起了毛毛细雨。离岛生活的不便，其实好像也不用真的实际到岛上体会。在运车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态也正在慢慢的调整当中。掉上去的那一刻，我真的超感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掉的不是几百，但是我还是超感动的。对，我完成我们的任务了。完成了我们今天的任务之后，我们也回到了民宿休息。明天就简单多了，换我们自己要把我们自己运过去。第四次住在海平面民宿，终于看到了今天的日出啊！为了搭船，我还是很准时的，在早上的5点多就起来收东西了。接着告别高中同学，走路前往富冈渔港。各位朋友，老大，早晨的阳光非常的舒服，现在完全没有感觉到什么热。今天台东的天气呢，真的非常好。这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海平面民宿，现在我们已经要离开它了，准备去搭船了。最后在6点25分，我终于有一次是准时的了。这一次呢，我好不容易已经就是非常早起，甚至看到了日出，可是呢，换来的却是另外一个人的迟到，可是我觉得很 OK， 这没什么，因为之前我也是迟到的那一个，所以我们现在等他一下了，他应该在路上，刚才有跟他通电话，然后现在我们在这里了，是台东要往兰屿的搭船的地方，富冈渔港，然后大家都会在这边买票，不管你要去绿岛、去兰屿，都在这边买。刚刚还有听到有一组人，他们是先去兰屿，然后去完兰屿之后没有直接回台湾，是再回去绿岛。
然后最后再回台东。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想要尝试一下这样的方式。可是这一次呢，先让我们好好深度蓝屿一下，等重听一下，哥哥。好赞哎，早哎。可以穿着我们 KTM 的制服过来耶，这是我们 KTM 的员工啦。我以为你们今天要穿制服哎，我没有穿制服啊，制服昨天穿了，我去换衣服了。对，现在排的是7:15的船。是吗？对啊，因为现在7:40，我们是坐几点？45。我们坐7:40，45啊。那我们看我们早哎，我昨天就跟你讲了，你说真男人就6:30起床，我就是你哦。不好意思，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的船是7:45，不是7点的。那我他妈6:45来排队，船公司都还没开我就来了。你昨天说6:30，我就想说你说你是真男人，那我也就信了。而且早上起来我还很急，你知道吗？我们弄得很急，慌慌张张这样，收收收，赶快，然后就7:45的船。可是怎么样？秉持一个精神，就是我宁愿早到，我也不要那边很赶来。你也只有今天这样讲哎，好像也是，因为我之前都是很赶着去，所以我已经习惯赶的生活。现在就让我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悠哉的气息，好吧？非常舒服，每次离岛我们都要悠哉一下。好不容易终于有一次是准时的，同时也看到日出了，但是是因为记错时间，所以提早了超过1小时到港口。不过也不错啦，悠哉惬意的享受着即将到来的旅程，在渔港附近顺便晃了晃之后，我们也准备拿船票了。那我们这次到的是京信高速快轮，看到高速两个字感觉很危险，因为感觉会想要吐。那我们搭的船班台东到兰屿7:45，拿票带证件，这次是他帮我们订的，人真的非常好。是我们的票，对。我们刚拿完我们的船票，因为我每次离岛呢，我们都会把我们的车运过去，然后人也过去，然后去骑车。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在这趟交通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运费，我们人的运费还有车的运费拆分成两笔，车的运费是比人还要贵的。对，就是没办法，可是我们就是有这个情怀，现在准备要上船了。有个台东往兰屿航班虽然不像小琉球那么多，目前也只有2间船公司提供航线，分别是龙鸿航业的绿岛之星号以及大发轮船的金星八号，每天分别有2班船前往兰屿。而我们这次搭乘的是金星八号，票价则是购买来回票，一个人来回2300块。但是因为我是天气之子，因为台风，所以把行程往后延了，所以在领船票的时候，一个人需要多补230块。航行的时间则要看当天的海象状况，平均是2小时到2.5小时不等。在旺季的时候，回到台东的船班会以台东、绿岛、兰屿画出一个三角航线，所以有很多人会选择从兰屿跳岛到绿岛，多玩它个几天再回台东。但是如果是想要前往兰屿，但是搭上了行经三角航线的朋友们，航程也会因此多了大概30到40分钟。所以在预订船票的时候，就要先看清楚再订，才不会耽误太多的时间。而且这大概是我们最近几次就是要出发之前啊最舒服的一次。因为你不觉得我们今天超简便的吗？不像有人。他很简便啊，你看我。不像有人这么战斗。有背着侧箱的人才能讲这种话。对啊。像我们这种真男人，没有侧箱没有风镜的，你就是要这样走。有没有带雨衣？没有啊。哦，很好很好很好。疯了吗？带什么雨衣？继承我的意志，不错。我们只要穿了这件制服的男人呢，都不可以穿雨衣。这是不能退让的。对，这是不能退让的。雨衣这件事不能退让。所以如果其实是骑白牌来的话，好像也不一定要像我们昨天那样掉了。是因为你的车身要够小。对啊，看起来是真的蛮稳的。而且它下面还用那个浮球把它挡住，不要让它 A 到。我不知道啊，它这个晕船药是不是你吃了之后，如果你没有在船上的话，你反而下来走路反而晕了，反而会晕，因为我现在、怎么感觉有点晃晃的？就是我本来就是真的不太会晕车的人，可是我走下来之后，现在有点晕、欸。是不是走路觉得有点晃晃的？所以我推荐，如果大家想要嗨一点的话，就是在平常在家也可以吃一颗晕船药。你也不用喝酒了，对，也不用喝酒，就吃一颗就好。我们可以下那个晕船药，我们直接下。这不要乱教好了，不要乱，这个会出事。这个是成药，你可能会被机关署编。船票，麻烦上船票，谢谢。这是回程票哈，宝宝好，啊，我们现在在船上了。刚刚重庭有去问那个船员，今天的浪会大吗？然后那个船员跟他讲说，昨天比较大，也就是1290坐车过去的时候，那边的浪比较大。今天的话，浪就平平的，所以应该是还好啦。我觉得可能不会到那么颠簸。你知道为什么他刚刚这样讲吗？他要安抚你的心情，不是？
因为我来了。不要听他在那边胡乱，其实是因为我来了。其实我还蛮担心那个，因为我们这次去啊，他有那个，他说有台风，三个台风在太平洋的海面上跳舞旋转。他台风眼开了，我们要闭着眼休息一下，等一下就出发。哥哥，今天的海面真的很平静，一路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晃动，看出去窗外也都是风平浪静的。一海上经过了绿岛，在从台东出发的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看见蓝屿了。蓝屿就称红头屿，由蓝屿本岛以及小蓝屿组成，是台湾面积第二大的离岛，在达悟语中是人之岛的意思。因为岛上盛产蝴蝶兰，所以后来改名为蓝屿。从外海往蓝屿看去，最高的那座山红头山，海拔超过500公尺，高度比台北101还要高，所以即使还没登岛，也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蓝屿这壮阔俊俏的地势。蓝屿和绿岛一样，都是由海底火山喷发之后，碰到海水凝固之后形成的火山岛。地势大部分是山地，只有沿海地区部分是平地地形。目前开发的地区也只有在沿海地区的平地，山区几乎都还是维持着原始的样貌。高山与溪流加上四面环海，也造就了蓝屿多样化的自然景点。这也让我们在下船的时候就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探索蓝屿了。船到了。开心吗？开心。我没有吐，没有啊，重点是我们的车嘞。终于下船了，今天我们搭的非常快，两个小时我们就到了，算非常快。可是我们现在找不到我们的车。我们的车在绿岛。其实我们的车昨天坐绿岛线去绿岛，不是在蓝屿。如果等一下找不到车，我们就回台东了。我们搭下午3点的船回去。对，第一趟行程呢，先来找车，等一下找到车再好好跟大家讲一下。你看吧，阴天了吧？天气是指现在比起下雨呢，我更担心的是我们的车子不见了。没错，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里呢叫开元港，当地人叫开元港，其实这里是新开元港，但是货船的话呢会下在旧开元港。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旧的开元港就在旁边而已。认识离岛的第一步，首先就是从港口开始。在澎湖，它的名字叫做马公港；在小琉球，它叫白沙尾港；而在蓝屿，负责接应大大小小船只的主要港口则是开元港，也是蓝屿对外的主要门户，所有的旅客货物都会从开元港进入。目前开元港分成新港以及旧港，新港主要是让旅客上下船以及渔船停泊的地方，而旧港则是让货柜船停靠，方便怪手上下货。昨天1290坐着货柜船，所以今天他会在旧的开元港，那边是新的开元港，所以我们现在走过来这边。那我们的车呢，应该就在那边。我终于看到老鸡白的屁股了，好感动哦！我刚才看到以为这是凹进去，结果不是，吓到，吓死我！对，它就是有一点小灰尘，脏脏的。但是我在观察它。好，我在帮它做健康检查。我们先到车的时候，我们要先做一下健康检查。对，健康检查。应该是那个瓶脏脏的而已。对，还好啊。帮老橘白还有250 Duke 做完健康检查之后，我发现船公司的工作人员真的蛮细心的，车上只有一点沙子的痕迹，对车的保护性还是做得蛮好的。签到车了之后，我们准备先到民宿把东西给它放一放。这次我们住的背包客栈位在东青部落，这两天我们也准备成为一位东青人了。刚刚从那个开元港，然后领完车之后，去 Seven 稍微喝了一下咖啡，然后我们接着我们骑了一小段，因为刚才我们在那边是野游部落，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是东兴部落，然后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傻个子，这是我们这几天会住的背包客栈，未来4天嘛，不过因为最后一天呢没有位置了，所以我们最后一天会再转往其他地方，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先 check in。各位，我们走进我们的民宿了。
我们这次住的这个背包客栈啊，墙壁都是这种蓝色。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大，不过对我们来说很 OK 了。晚上可以这边拉档案什么之类的。背包客栈呢，顾名思义，放背包，位置就差不多了。对，以这个旺季，是不是现在算是旺季嘛？然后来到这边，而且我们其实也算是，也不是算太早订，我们是前一个月才订的，所以大的当然都没了啦。那在这个离岛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像我们这么晚订，有床睡就不错了。有床睡就不错了，对。而且我们又因为台风改期。下面这个床呢是非常非常 Q 弹，非常非常的暖嫩的。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阅读灯，然后每一个床位呢都有一个插头，插头你就可以拿来充电。床底下呢还可以再放东西，所以基本上你不用怕说来这边东西会没地方放，其实还蛮够的，好不好？因为尤其是我东西又这么多，要拍影片还算很够啦。这次也是有了我们重平大大帮我们订，是不是？是不是嘛？好甘心嘛？对啊。而且在东青这里是最应该算是东青比较偏市中心的地方了，夜市，而且我们刚刚前面又有一家 Seven， 蛮方便的。晚上买酒就买起来，地理位置很好啦。对，而且我们提前一个月订，已经订不太到了。那个月初的时候，我已经打了30家有了吧，完全客满。我最后一次打了30几家，过后才问到这里有。哇，结果竟然是离市中心最近的地方。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订得到吗？因为它是新开的。哦，因为它新开的，大家都不知道这边有开一间，所以才订得到。所以来兰屿呢，最好就是提前一两个月，因为我们提前一个月还是订不太到，对，要提前两三个月订才订得到。在背包客栈放完行李，接下来我们也迫不及待想先来一个环岛一圈了。在我刚到兰屿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除了这里俊俏的地势，就是在兰屿的部落与部落间分隔的非常明显，只有在部落的周围才看得到房子以及店家。离开部落之后，基本上就变成在野外了。而在面积约46平方公里的兰屿，是由六个部落组成，共同生活在这里的。而这六个部落分别是狼岛部落、野游部落、渔人部落、红头部落、野营部落、东青部落。六个部落分别分布在兰屿岛上的沿海地区，由东八零乡道环岛公路以及东八一乡道中横公路连接。说到这两条公路，就不得不说到兰屿农场。西元1958年战后初期，国民政府为了安置大量来台的官兵以及他们的眷属，开始从平地到山区兴建农场，像是清境农场以及武林农场，就是在那时候的背景下成立的。兰屿虽然交通不易，但在当时仍然新建了兰屿农场，大大小小超过了10座的农场、牧场或者是农民新村。而农场原本的用意是要安置军队过剩的人力，但是在兰屿农场里却有别于台湾本岛，农场里主要的人力由不服管教或者是有案在身的农民组成，他们也被称为场员。因为兰屿四面环海，同时又离台湾有一大段的距离，政府索性就直接把人丢到岛上隔离起来，无法逃脱，同时又能增加岛上的生产力。岛上的公共建设在新建之时，厂员就是当时主要的劳动力来源，水利设施、兰屿机场，还有这两条大型的公路，环岛公路以及中横公路，就是由这些厂员建设起来的。我们现在行驶的就是兰屿的环岛公路，全长超过36公里，完整骑完一圈大概是1个小时。在这里你不用怕迷路，
就一条路，再怎么乱骑，骑到最后你还是会回到原点。在我去过离岛里面，兰屿的环岛公路长度真的算是蛮长的了，路幅宽敞，路面全段都是由水泥铺装而成，沿着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修建，放眼皆是碧海蓝天，奇岩怪石。相比环岛公路，动不动就没有一圈不回民宿，东八一乡道中横公路相对来说就亲民许多了，长度只有短短的4公里，对骑士来说沿途算是还蛮好骑的啦，只有一两个陡坡需要稍微注意一下而已。这两条公路除了串联了部落与部落，也同时连接了部落间不同的风景以及风情。未来的4天，我们也即将在这两条公路间来回游走。沿着环岛公路行驶，岸边会渐渐出现越来越多平板舟。早在出发兰屿之前，我对兰屿的认识说真的也就只有3个东西，平板舟、飞鱼记，当然还有丁字裤。在这里世代居住的海洋民族达悟族，旧称雅美族，是台湾目前唯一传统聚落分布在离岛的原住民族，目前人口数大约是4000多个人。达悟族与台湾本岛的原住民族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没有纹身习俗，没有猎头传统，不使用弓箭。过去在面对死亡时的崖葬、海葬，对于信仰的态度，在台湾的原住民族中是非常独特的存在。其中地下屋更是蕴含了达悟族人的生活智慧。我们要去参观这个地下屋了。地下屋在兰屿呢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因为兰屿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多台风经过的地方，所以其实这台风来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啊，因为它本身本就是对本身就是那个，所以它盖地下屋的第一个就是怕台风来的时候呢会被吹垮，所以他们才衍生出了就是把一半的房子盖在下面，一半的房子露出来，还有另外一个设计是让流水对避开，对虽然盖地下但是水流不进去，对水流不进去的地方，对。然后这次我们参观请到一位这个大哥，很多人来兰屿都请他来导览，那他今天也穿出了那个非常道地的经典的达悟族服装丁字裤。下面就有观众在留言说，到底丁字裤买不买得到？我个人是觉得在这边应该是买不到了。如果买得到的话，我就会穿了，好不好？不是买得到，我们拿出来抽奖。哦，买得到我们拿出来抽奖。然后穿要拍照上传。带观众去骑车的时候呢，就给大家穿。然后这边的手，我发现他前面都要装那个，你看他跑步就很奇怪，他跑步都很奇怪，对，他跑步。好了，反正我们现在就准备要进去参观了。哥哥，这一次我们参观的地下屋位于野营部落，这里有着保存良好的地下屋，甚至有些还有人居住在里面。地下屋是这里特有的传统住屋，在兰屿冬天有东北季风，夏天又有台风，所以最后发展出了一半在上，一半在地下的下凹式空间，冬暖夏凉。整个地下屋不需要任何一根钉子，只用着靠木头削出的木榫眼以及榫头紧密的结合，最后再用藤条来加固。我们这个传统地下屋还有46户，还有11户人家有人在住，其他的多空屋了。兰屿地下屋完全就地取材，以木材、稻草以及鹅卵石打造。在导览即将结束的时候，周大哥感叹地说，目前在兰屿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居住现代的水泥房屋，地下屋目前只剩下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居住了，在未来传统地下屋可能会越来越少，最后甚至消失。兰屿地下屋让我们看见的新旧文化带来的冲击，不同于小琉球或者是澎湖，兰屿在新旧文化冲突当中还是特别明显的。现代文化就像是一股狂风，比东北季风还有台风更加强烈，如何在现代文化的狂风侵袭下不让传统文化消失，同时保存具有当地原乡特色的观光旅游，是未来传统地下屋要面对的事情。参观完了地下屋，从野营部落回到东青部落这条路上，路程大概只有短短的不到5分钟，但是这一路上我实在是想不到任何形容词来形容。才刚到兰屿不到2个小时，我想
我已经完全爱上这里的一切了。东青在达悟族语中有着太阳最先升起的地方，位在兰屿的东北岸。传说这里是天神下凡的地方，有着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兰屿的第一道曙光就是以东青湾闻名。今天从天而降的云细光，更让我相信这里曾经真的是天神下凡的地方。大家说可不可以拍摄，然后他跟我说如果拍不好的话要罚10000块。他说我们明年3-4月可以来看飞鱼机，再亮一点那个虫才会跑。虫虫啊？什么？为什么会有虫虫？没有了，要再亮一点那个虫才会很会跑。再亮一点虫才很会跑？对呀、啊、他们去划这个。哦，你怎么不去？因为我很容易晕船。嗯，这个不会晕船的、啊。哦，可是我上次玩那个独木舟、嗯，去到一半我就很想吐了。这个真的不会晕。是吗？它这个图案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意思？啊、对，对，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眼睛哦，这个大的。对，船眼。船眼。在取得当地大哥的同意之后，真真拍下了这一段珍贵的素材。平板舟在过去是达悟族人在海上的脚，充分的展现出了达悟族精湛的造船工艺。与地下屋一样，也是就地取材，不使用任何一根钉子，使用岛上的各种木材来作为船身的各个部位，质地坚硬，耐腐耐磨。船身的颜色有红黑白三色呈现，再有祖先人像、水波纹、船眼纹构成船身的图腾，其中船眼纹是整艘拼板舟的灵魂象征，刻绘在拼板舟的船首和船尾的左右两侧，就像是船的眼睛，替出海的族人指引方向，而船头的黑羽毛则是象征着出海平安。我们现在人来到了东青湾，东青湾这边呢在东青部落。现在我们准备来划这个拼板舟。很多人都会误把拼板舟以为是独木舟，但是拼板舟真的名副其实，是用各种木材拼凑起来的。一艘完整的拼板舟大概会需要用到超过20块大大小小的板子。在达悟族的文化中，要看一个男人成不成熟，不是看骑车有没有穿雨衣，而是看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自行建造一艘可以航向大海的拼板舟。所以在兰屿的真男人含金量还是比我这个岛外来的伪真男人多太多了。准备航向大海了， Go Go！那边呢是我们刚才出发的岸边，现在我们已经离那边超远的了。从这边呢，我们可以从海面上看到整个兰屿，视角全部都是。过去到这边，然后今天很刚好的前面有耶稣光，非常的美。今天的这个浪将算超平的浪哦，超平的浪哦。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这一次请到的这位教练呢，他是我们这个兰屿的单人拼板舟冠军，连三冠，让冠军来替我们划船，真的是不好意思啊！感谢教练，真的非常感谢你。那是你的福气啊！对，真的是我的福气，我非常有这个光荣，可以做到这个兰屿冠军的这个船，而且他真的划超快的，脸不红气不喘，真的非常厉害。教练说啊，其实这个拼板舟呢不会划到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刚好我们来呢，他愿意带我们来这边，来这个地方，真的非常感谢教练。大家如果有来兰屿想要来玩那个拼板舟的话，教练，你刚才说你的那个脸书是什么？快乐娃娃熊，教练的脸书。娃娃这个词在达悟语中有着大海的意思，
我当下没有多问教练他的娃娃是不是就是指大海，但是从他熟练的动作中，我想可以在自己喜爱的大海上靠着自己的双桨航行，任谁应该都会感到那份自由快乐吧。而不要说自行建造平板舟了，这两个大船桨，我光是要在海上航行，不翻船，我就真的很开心了。表情不要好，不要那么吃力，这样感觉你没出力。好，就这样啊。对对，轻松，轻松好不好？舒服，舒舒服服滑了20几公里。有啊，这样刚有没有？没有，20几公尺应该有了。如果说骑士的基因里刻着的是摩托车，那达悟族人的基因里刻着的就是平板舟。摩托车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通勤的交通工具那么简单而已，如同平板舟对于达悟族人来说，它承载着出海捕鱼的寄托、希望，它代表着达悟族人的信仰、精神，是他们重要的文化传承。也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来兰屿，平板舟是一定要下去体验的啦。蓝屿拼板舟比赛连三冠，他可以滑到那边去，然后完全都不费力，他还跟我们聊天。哎，这是我们那个鳄鱼眼，然后我刚才滑第一下我就不行了。开心哥，这是你，谢谢谢谢。我叫我鲁特就可以了。这是我女朋友珍珍。珍珍你好。对。嗨。珍珍还是假假？假假珍珍。对，珍珍好。啊，帅哥。我叫重庭。重庭。对。等一下我回去就又忘记了，不好意思。弟弟都已经衰退了，下次有机会再过来看教练哈。好，没问题，没问题。要搭第一名的船。对，到那时候教练可能搞不好你再来，我可能退休了。拜拜。我跟你们拜拜。而除了平板舟，这一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蓝屿人的热情、幽默、风趣。不管是在帮平板舟上漆的大哥，还是快乐娃娃熊教练，他们的健谈让我有一种让旅行重新回归在地生活的感觉，就像在找邻居聊天那样的自然。日落时刻，来到蓝屿的第一天，我们准备前往蓝屿灯塔看日落。其实，在蓝屿要看日落，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啦。青青草原、开元港、旧蓝屿灯塔、馒头岩、虎头坡，都是看夕阳很棒的地方。来到蓝屿的第一天，我们没有选择到热门的地方看夕阳，而是打算骑着小径前往蓝屿灯塔探探路。由东兴部落出发，我们沿着环岛公路启程。等等，看完日落之后，我们还会去夜巡角鸮，所以环岛公路不急，就留给明天去体会。现在就只是顺路经过而已。一路骑到野游部落附近，我们终于接到了这条同为东巴林乡道的小径。左转之后，虽然路只有一条，但我还是怕迷路，所以很谨慎的停下来，再次检查一下路线。是的，我这个不是迷路哦，我这个是 check。太常迷路了嘛，总是会怕上了去下不来，尤其是在转进这条小路之后，路幅会从原本环岛公路的双线道一瞬间变成单行道，会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到了这边速度还是放慢了许多。近在咫尺的海面随着我们慢慢爬升，也从辽阔变成了更辽阔。通往蓝屿灯塔的路因为山势落差，所以修建成了以之字形的方式爬升，这也让我们觉得随着每一个发夹弯，我们就好像往上爬了一层楼，而每越往上一层楼，风景和视野就变得越好，眼中的美景和心里的感动从第一个发夹弯开始就已经不停的相互交融了。可是在这种接近晚霞的时刻，我的心思还是得放在路况上，因为虽然这里的路况狭窄，但是还是会遇到需要会车的状况。在看不到道路尽头的情况，幸好车速没有太快。接下来就是要把老橘白牵到旁边比较大的腹地，让车子先过了。这里没办法会车，所以如果你有来的话，千万要小心。不过这里真的很漂亮，在每一个弯可以看到海，然后现在刚好接近夕阳时分，这个超赞，蛮推荐的。虽然还没到，继续出发，报告。牵完车继续往上前进，整段路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抵达蓝屿灯塔前，
左手边的视野非常好，完全没有任何遮蔽物，即将西下的夕阳还挂在天空中，前方是肉眼可见的海岸、公路，以及一道又一道往岸上拍打的海浪。最后在骑了将近20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了这条之字形公路的终点——蓝屿灯塔。好，刚才我们环岛公路切进来那一条东巴林哦，东巴林支线支线，对，从我们海边到这个山上呢，高低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它都做成之字形的，来减缓那个坡度。确实，其实没有很陡我觉得。对，没有很陡，可是你看哦，你要算哦，我们过了7-8个法夹弯，应该有差不多啊。对，它就是用那7-8个法夹弯来把坡度弄得比较缓一点。所以其实一路上如果没有车的话，是很好骑的。我是这样觉得，只是左不难。有几段路，我觉得左右的芒草已经长到路中，已经长到快对象了，我们要打过那个草穿过去，对，才可以。那个箱子应该基本上都是直接打爆那个草的。然后 anyway， 反正这一条路的终点呢，我们刚才经过了小天池，然后这边后面有一个军营，我们就不要拍它了。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呢，蓝屿灯塔。这个灯塔呢是新灯塔，大家不要看，就是好像一览无遗，可是我没办法进去。很特别的是，它有一点是其他灯塔没有的，就是可以，你可以看那个有没有一块黑黑正方形的，方形的。对，你知道它干嘛呢？不知道，那个就是收集雨水，拿来给他们用民生用水的。哦，所以它有一个储水储水槽，对，储水算是储水池、储水槽。蓝屿灯塔非常的高，14公尺，接近15公尺。而且我觉得它盖的这个角度蛮可爱，就是我们进来又一个上坡，没错，一个白色的小灯塔立在上面。这个灯塔它是在蓝屿的西北端呐、啊，然后它跟绿岛灯塔还有鹅銮鼻的灯塔，最西太平洋的小小铁三角。对对对，导引西太平洋的船只呢，可以进入台湾海峡。其实这边什么都看不到，就是一个太阳在那边而已。所以如果你要看夕阳的话，不要来。夕阳的话呢，我们等一下就停在下面有一个很好的展望，我们去那个展望那边。我觉得在我们之字形上坡之内。有数个非常好的展望，我们可以做停留。对，我们等一下呢，就随便找一个展望停下来，然后在那边拍个夕阳的缩时。夕阳缩时见啊，各位 ，Go Go！ 蓝屿灯塔对于感性有情怀的人，你可以说它是矗立在火山上的灯塔，它也是目前台湾海拔最高的灯塔，在夜晚的时候帮助太平洋上往来的船只指引方向。但是如果要在这里看日落，还是会比较可惜一点啊，因为太阳下山的位置刚好会被灯塔旁边的一个小山丘挡住。不过刚刚上来的小径，路上的视野非常好，所以在这里我们没有停留太久，就赶紧出发往回骑，准备在路边看夕阳了。We'll be no hard goodbyes, thank God we're civilized.Beyond our separate ways as we fade into gray. 只可惜这世界上一切美好都是稍纵即逝的，太阳西沉，只留下晚霞把天空照得绮丽多彩。下山的时候，灯塔也开始了他今天的工作，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接近7点，路上还会出现很多的鸠集。拥有丰富物种的蓝屿，到了夜间正是很多动物刚开始活跃的时候。看完了夕阳，我们当然不会回背包客栈休息，一定要好好的来体会一下蓝屿的夜生活。有鸠集，哇，差点爆头！没有，我刚好闪过它。你干嘛？没有，我在闪鸠集啊，一大堆鸠集。那个辅助大灯超好用的，我手把转的话，它的灯就真的转了。跟随在地部落人石教练的脚步，我们来到了永兴农场。乍听之下会以为这是个有人经营的地方，但实际上在白天的时候，这里是整座原始丛林。永兴农场在过去是厂员劳动的场地之一，目前虽然荒废了，但是进入入口不久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昔日的营舍还有教堂的遗迹。夜观蓝屿在一开始就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真的很有探险的感觉。
被藤蔓包围住的房屋就好像封存了这边存在过的记忆，大自然在人群散尽之后重新夺回了这里的控制权，野生动物也重新回到了他们的家，而我们这个时候也只是个到此一游的访客啦。白天各位在环岛公路上面骑摩托车看海边的风景，海边的奇岩怪石，玩水或者是吃东西，但是呢兰屿岛上的一些生态是蛮特殊的，我们要来找这个全世界只有兰屿才有的这一只猫头鹰，它叫做兰屿角鸮。整个岛上的数量没有很多，数量不到1000只、不到1000只野生的会飞到哪里不晓得，要找这个兰屿角鸮有时候就是要看运气，有时候一个晚上看不到一只。在台湾属于极保育，在世界动物保育协会里面的话呢，把兰屿角鸮列为急需保育的物种，因为全世界也只有这1000只，就分布在兰屿岛上的树林里面。兰屿角鸮在达悟族的文化里面是恶灵的化身，被视为恶魔鸟，当地人把它们称为嘟嘟物。老人家们相信，只要部落中有嘟嘟物的身影，就会给家里带来厄运，被视为不吉利的象征。但是随着观念的转变，嘟嘟物目前已经是兰屿珍贵的生态资源了。咋掉啊？在经过了大概20分钟的时间，我们终于发现嘟嘟物的踪影了。嘟嘟物真的比我想象中小只非常多。那天晚上，我们看到了3只嘟嘟物，2只巴丹绿袖眼蜥蜴，也算是运气真的很好了啦。结束了在永兴农场的夜观之后，我们也结束了来兰屿的第一天行程，回到了背包客栈。今天真的过得非常的充实，在回到民宿之后也真的是累爆了。各位朋友晚上好，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0:30了，我们现在刚回到民宿，然后因为这一次啊档案真的是太大了，非常多档案，大概光是今天呢就拍了应该400多G应该有了吧，就一天而已，还不包含昨天。昨天我在海平面民宿的时候，我已经拉了快200G 了，所以光是这2天我们就拍了600G。相机的空拍机 GoPro 一大堆，好不好？等下全部把它拉完。现在看首播的各位，先干你一杯啦，好不好？干杯干杯！洗完澡之后呢，明天我们就要去环岛了，把整个兰屿岛完整的要骑过一遍。所以今天的行程基本上都是那种比较偏向让在地兰屿人跟我们介绍，像平板舟就有平板舟的教练，地下屋呢就有地下屋的周大哥，那夜游角鸮呢有那一位石教练，对，他姓石，他现在算是半个兰屿人了。兰屿这边的旅游形式大部分都是已经很有系统性的，对，所以这里的旅游游程你想得到的，你只要找到一个同胞的头，他会帮你安排时间、地点。你想玩的行程他直接帮你排到好，现在他已经很系统化了，所以你要一个一个去找也是可以，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对对对，但我们是有就直接找认识的帮我排，找认识这样就比较快了。对，好了，那我现在就把档案先给他拉一拉，继续拉档案，最后再把档案处理完之后，时间也来到了接近晚上1点。第一天的兰屿行程就这么充实，也让我开始期待明天的环岛。今天虽然我们车骑的不多，走的行程也偏向亲近当地人的生活，但是在环岛前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先好好的认识人之岛，我觉得对明天的环岛行程应该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明天我们会从日出开始，接着沿着环岛公路一路骑到日落，继续探索对我们来说未知的兰屿。现在时间早上的4点多，4:40而已。谁他妈在说我看不到日出时刻？好，真的要骑一下，骑一下哈，受不了了哈，受不了哈。各位观众，我们在哪里？
counts, baby,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We can sleep under the stars, we can sleep under the stars, or hang out in hotel bars, driving somewhere in your car. We can sleep under the stars, we can sleep under the stars, under the stars.夕阳说时间啊，各位 ，Go go！ 脸来一下，来一下。然后我们这个好久不见的重庭兄变清朝人，爱新觉罗重庭，爱新觉努尔重庭啊，爱新觉罗重庭。好，我不想再跟他讲更话了。普悠玛一捷租车好不好？那个支持一下各位，支持一下。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